家看一下一个自动洗手液，这个是比较方便的一个，就是手伸上去就会自动流出一些洗手液来给自己洗手，然后我们就不用手去按它，这样子很方便。小巧的一个造型，很漂亮。可以看一下说明书，这个产品应该是出口的，包装全是英文，没有其他中文字。给我们看一下，它这里有一个感应器的一个窗口，就是手伸进去它会感应到，然后从这里开始，从这里出来洗手液。这个地方应该是可以看到洗手液还有多少。OK， 我们先装电池吧。电池的底部，这里打开，有四颗七号电池，小的七号电池，这种小。盖子，然后把洗手液倒进来，很简单。婴儿舒缓洗手液退回装的，好，刚才装的还是比较多，把它盖子盖紧。够了，哇哦，这很方便，出来了，对，起来，好吧，已经出来了，只要手伸下去，它就会自动出来，再试一下，啊，一次量还也蛮多的，对，一次的量还蛮多的，要不要伸下去？伸下去又出来了。不用手去碰还是很方便的，我觉得家里值得拥有。现在洗手了，用手去挤压的东西去洗手，反而这个就比较方便，就是手伸一下，还有装电池的这个东西不用插电，很方便。家里还是比较值得去买一个这样的东西，特别现在洗手比较多，而且这样子比较卫生，就是不会用手去碰上的东西就把手洗干净了。像这种呢，就是要手去挤压，这种是挤压这样去洗的，这种只要送过去就 OK 了。所以呢，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是值得拥有的，而且这个造型也不错，看起来很漂亮，放那里。OK， 这个价钱只要几十块钱，好像40多还是50多块钱，这个东西，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，就是装电池的，不需要插任何电。OK， 然后大家自己买一些这样补充液的洗手液倒进去就 OK 了。好了，我们这次给大家分享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